列表工位完了以后是搬送轴工位。搬送 B 轴仪。搬送 B 轴仪。对，真的，你看一下。哦。搬送 B 右移。左右移动。嗯。就。就是这一整组机构移动。方框里边的不要动。还有这个界面里面，方框里面的这个取料位一号、二号、三号、四号这里面的参数，千万不要去点，这也已经是根据我们的物料已经是设定好的数值。进一下一样，进一下一这个是一样的，这个是那一边的。这个是搬送到那一边以后一个主力右移。哦，这个也是说从这边工位搬送到五乘五的标盘以后一个左右移动。这个工位上面的这个数值上面这些框框里面的设定为啊，这些东西不能去操作，这些东西不能去变更的。啊，设定好了。嗯。好，反过上去。然后是贴标轴。贴标轴工位。贴标轴工位上面这也是一二三四五号工，因为有五乘五的嘛，你这些东西是不要去变动的。如果你想变动的话，也是移动这些左右移动，只有这个参数去可以操作，可以变动。动了，看一下，频率调的比较低，500和500。哦，是这个地方。这个。那个是。对，左移右移。嗯，再动一下。现在一直在动啊，上完厕所可以吧？对。没关系，能看到动作就可以。这就是这个地方。好。你告诉他参数设定好，不要动。这上面现在目前这台设备的参数已经根据我们的物料特定的物料已经设定好，不要随意去变更。